来人往的三峡老街假日吸引庞大的观光人潮，不过对身障者来说却不够友善。其实三峡的无障碍环境还算是不太友善，还有更多改进的空间。三峡人来去投票，投说我觉得哪个方案最适合我们三峡在地人。这样，新北市劳工局在三峡推动身障就业参与式预算，由下而上提出需求。伊甸基金会结合了戏剧团、创意手作坊和咖啡达人的经验分享，还有三峡老街管委会培训身障者制作手工果酱、手工皂等技能，获选推动得到补助。就以三峡为例子，包括在地，因为有三峡老街，有在地的一些产品，他们跟地方结合在一起来推动，会比政府来定定一个政策全面的来实施来得更具有在地性，这更具有可行性。新北市政府从去年开始在六个局处陆续推动参与式的预算投票，身障就业议题是全球的第一例，透过脑力激荡让基层表达诉求，并且投票决定编列预算，让钱花在刀口上。记者台北综合报道。